走四川，熊猫看雅安。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石棉县的王岗坪旅游景区。今天天公作美啊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贡嘎雪山的面貌了。接下来我们将要在这样的美景下去体验一下滑雪带来的刺激，出发吧。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滑雪，双板滑雪必须是这个重心往前，然后小腿的这个必须抵住这个滑雪的靴子，挺累的。作为第一次来滑雪，接下来我还要多尝试一下，我们再出发吧。